见到你就准得死。每次见完死人就要见到罗探长。看完了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这么喜欢看尸体。查出真相才是对死者的基本尊重。苏小姐，一见到你就准得死人。死了？你是黑白无常吗？每次见完死人就要见到罗探长。因为你在这儿，我敢保证这不是自然死亡，是谋杀，是吧？小女子一个人初来乍到大上海，我怕有点不安全。然后我们就控制住。我的职责就是保护大上海的安全。彼得大小姐，乱翻人家东西不太合适吧？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都要放在这种幺蛾子的地方？故意的吧？不，探长，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扶我。外面这么黑，你碰到坏人你怎么办呢？你臭女人坏了我们的好事。小头子，大半夜你举个平底锅干什么？我饿了，我想下来煎个蛋吃。你可饿的真是时候。好了吗，巡捕房最帅的先生？探长，你是想亲我吗？不好意思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这么喜欢看尸体。查出真相，还死者一个清白，才是对死者的基本尊重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慢点吧，还没吃完呢。我绝不衰，往后看翻天。